每个地方，想象你此时此刻站在这，跟我一起放空享受，又好像可以轻易想象我们一起来的样子。一个人去了垦丁大街，买了一大堆。我又出发环岛了，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。这次环岛背后附加意义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且珍惜的。这次母亲节，想想该为你做点什么了。想必你也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兄弟姐妹们了，你也想知道他们最近过得如何吧。刚好趁着母亲节来去拜访分散在全台的姨妈、阿姨、舅舅、舅妈。出发吧。第一天由于出发的晚，先到彰化姐姐家住一晚。你看看你的孙女，已经会自己洗碗了呢。隔天第一站，先到园林五一家送上母亲节小花束。真的好一阵子没有来到五一家了，更别说是自己独自前往，真是头一次啊。轻松聊了一小段时间后，赶快继续出发。离开园林后，一路往南，刚好会经过我妈妈年轻时生活的地方。这里也是我小时候与所有亲戚共同的回忆。每到过年的时候，都是超级热闹。现在看起来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。第二天晚上要停留的地方是台南。到了台南，突然发现台南真的好美，这么美的城市与街道，享受着气氛与美食。只可惜，当下却没有人可以跟我共享。少了人可以分享，心中默默的就多了一份遗憾。享受了美食，胃已经满足，准备睡一场好觉。隔天前往屏东出发。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一直环岛，我都会对他们说，爽啊，好玩啊，自由自在啊，想去哪就去哪啊。确实我很爱旅游，很爱环岛，很享受夜晚一个人的寂静感。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你生命的最后，我们曾一起环岛过。或许我只是想在每个地方，想象你此时此刻站在这，跟我一起放空享受。感觉我每次环岛时都可以想象我们一起玩，一起笑，一切美好的回忆。然而现在我环岛根本不是为了多美的风景，也不是为了多棒的美食。也许我只是不想承认你已经不在的事实。也许我只是想借由环岛来寻找你的身影。其实这次除了去看看你的兄弟姐妹之外，我还想带你去看看我所看到的所有风景，也去看看我们曾一起看过的风景。其实我们一起去过好多地方，我只是不希望等到哪天我会忘了这一切的幸福时光。接着到了屏东，来找我四姨。先来我四姨的女儿这填饱肚子。你是不是也不知道，四姨他们家一起做生意，店名是一头热锅烧意面。吃饱喝足后回四姨家，先送上母亲节小花束，随后又是一顿超甜凤梨伺候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人都会有生老病死，不要认为那天还很遥远，其实它早已靠近。而这种靠近，你不会有任何的感知，等到你有所察觉，往往都已来不及。现实总是残酷的，往往杀你个措手不及，最后剩下的
尽是后悔。请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爱要及时，该说的大声说出来，想做的不要犹豫，失败了也没关系，至少在未来你不会后悔当初没做。第三天晚上要停留的地方是垦丁，垦丁是我以前不喜欢来的地方，因为以前观光客多，消费也高，但自从疫情爆发后，观光客急速减少，就连本地客也少了许多，从此垦丁变成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少了喧闹声，更能享受海浪的拍打声，这里的氛围仿佛可以让时间暂停，让我暂时忘记过去所带来的冲击。总在事情发生后才能知道，原来我有好多事情都没跟你一起经历过，好想带你来，好想一起坐在沙滩上，这一切好像都已经没办法实现，又好像可以轻易想象我们一起来的样子。一个人去了垦丁大街，买了一大堆食物，差点忘记我是一个人来的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凉爽，头脑里浮现的是你叮咛的声音，外套穿着才不会冷，别感冒了，别太晚睡，早点休息。这些声音我想一辈子都忘不了，也不想忘。今天虽然路上淋了一点小雨，但是想到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心目中最美的旭海公路，我就非常的开心。在这边我停留了好久，也在这发呆了好久，很适合回忆的一个地方。如果时间允许，待上一整天也没什么问题。沿着旭海公路骑行到了牡丹湾，遇到一对第一次环岛的情侣，稍微小聊一下，拍照留作纪念。眼看天气不太晴朗，赶紧出发，结果该闪的也闪不掉，雨还是无情的落下来，雾很浓，视线不佳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只能小心翼翼慢慢前进，直到过了寿卡，出了南回，天气才慢慢好转。到了台东，第一站要去的是我们曾经一起环岛去过的地方，台东丰原国小，当年被誉为全台最美的小学，近期似乎因为疫情关系不对外开放，有兴趣的人记得去查看看未来的开放时间，免得大老远来到这结果扑空。到了台东市区已经天黑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入睡，隔天退房后先到台东海滨公园走走。今天天气跟昨天完全相反，超级热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往三仙台出发。沿路会经过曾经跟你一起住宿过的地方，吃饭的地方，满满的回忆跟思念一直浮现出来。三仙台，这里也是我们曾经一起环岛一起来过的地方，很熟悉的感觉，总觉得你还在身旁。想到从此往后再也没有机会一起拍照、一起旅游、一起吃饭、一起完成好多好多没有体验过的事情，想着想着，我的视线逐渐开始模糊。真的没想到你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告别三仙台，经过了远雄海洋公园，曾经也说好一起来，看来下辈子才有机会了。到了花莲，花莲真的是一个我很爱很爱很爱的一个地方，好想带着你来吹吹风，一边享受着美食，一边享受着人生。隔天一早吃完早餐，准备前往七星潭，这里是我们当初环岛最后一个东部景点。七星潭是一个很适合放松、发呆、
听海浪拍打声，一待就可以待好几个小时的地方。想当初你坐在一棵树下乘凉，这次我也来到了相同的地点，体验着你当时的感受。离开了花莲，骑行在北宜公路上，下一站板桥。板桥有我的大姨妈跟舅妈，各送上一朵我的母亲节小花束。在板桥停留两个晚上，接着前往苗栗二姨妈家。一样送上我的小花束。最后我到家了，当然我也准备了我妈妈的这一份。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还有我真的很想你。在这边我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，珍惜当下，然后有爱要大声说。如果有害羞然后不方便跟妈妈说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看得见。影片的最后，是我家人想跟全世界所有的母亲说声母亲节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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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节快乐。